下来。魔龙靠近了。他要干嘛我都知道，小月去了。来吧龙女兄弟搬一下，超人一生平安。反击风暴有没有？他学反击风暴，看他开不开。这南墙还要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先去中路补下线的经验，我再回去看一下了。妈的，一个刀就烫晕手了。他就死了。哎，我早知道我带相位本冲了。挥动着愤怒的双翼。我没学 W 的。皎月过来了，这种人他在想什么？我太懂他了。我这就去。等着石头人回线上，我就过去搞他。那应该是来帮他做眼的。做眼的话，他这个也被我打了。应该会去偷我们的蓝。先看南菜也没过来，他来我就跑，他叫石头人了。德玛西亚，五运必彰。刚打完。战争前的宁静。那这把的话就属于交换野区了，其实 AP 龙女也可以带下位猛冲，这样就可以方便追上了。你看这波石头人来帮他看了两轮，掉经验了。等我抓上一下这波。闻到恐惧，别被他点了。他没蓝了，可以打。这南墙没闪，你来，他没闪现的，你会往你哪里？先 W 再 Q 他就死了呀！你先 Q 干嘛的？那距离明显不够。那还好把他杀了，不然我亏死。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买短剑就好了，然后往下走。这个胆枪大概三级反了半天，我们到四了，再拉个龙来节奏就非常好了，直接过去打龙。这胆枪在补线，这会龙女打龙速度特别快啊。龙女打胆枪前期只要没有劣势就可以了，没劣势就等于优势了。拿这都知道我在，他看扫描下来了，直接过来。瞎子来啊！快来！直接来他死，他抢龙抢不过我的。这龙女一配 Q 的话伤害很高的，来追。这男人没闪的，踢到就死了。没办法，那两把短剑待会和这个纳什用的啊，先去搬下武器了。
龙靠近了。他要干嘛我都知道，小月去了。还够了，还可以，这样就不亏了。你看他每一步我都知道他要干嘛，这就是意识。意识有时候比操作跟英雄的强度还要厉害。迅雪现在视野还没到嘛，我看一下多久。只要没眼的话，他可以偷偷打这个先锋的。我刚才有点想闪现下去打这个先锋，但是被他逮到我就死了。看到没有？他打完了，没办法。我回家买个刀吧。刚才还好没闪下去，闪下去就没了。闪下去就打工了。不过这南山的强势期也就到此结束了啊。到六级之后的话，就到了我们的强势期了，可以开始直接喷人了。我有R的，我有R的，别怕。然后操作没有，点蓝好他死。没死吗？感觉伤害够了呀，有点肉啊。我挂 E 的普攻应该是够的，伤害少计算了一点。等到我 A 一下再走，我 A 一下再走我也死不了，我能量快够了。来直接 E 我，我给他蓝惨。我没惩戒啊，这波得先打架，假装打龙，不要打，这波是勾引他们来团的，等他们能扎堆在一起，我喷龙坑很好喷，来来，别拉太多，先退一下，退一下我们再打，可以。用智商取胜，知道吧？先别急，打龙团就是看哪边人多的，而且他们刚才 AD 好像毙了，他刚才半天没看到我们人，他以为我们不来了，结果他走了，对面还少一个人，但又被先秒一个人，就等于少两个人，那就必不可能打得过了。打龙就是看哪边人优势啊，或者是人数上面的优势，跟经济没关系。这个点你一般哪怕经济优势，你想一个打两三个还是有点难的。把这 CD 堆一下了，顺便来个戒指，刚刚好，再来个眼神装了，完美消费。你看我这个出装就很合理，知道吧？有理财装备，有视野啊，有 CD， 有法枪。这个男枪意识其实还可以，感觉他有点不太像本地人，能打成这样已经可以了。本地人的话，没有这个意识这么反我的。虽然他每一波都没反到我，就算反我也跟我交换野区的，这种交换野区的反我等于没反。十级教员，来过来，我准备开下扑过去。这小子这个出装太脆了，我感觉他刚才不应该拿来用大杀这个，不对，他好像是大踢这个皎月的是吧？主要这个皎月他这个装备的话，忍者鞋护臂护甲太高了，这种中单瞎子他只能买脆皮，秒脆皮，所以他这把出装其实应该来一个黑切，黑切的话 CD 快一点，而且的话他还比较肉，有穿甲在，这幽梦的话打这个皎月的伤害其实还不如黑切，这皎月的护甲有个100多点，这蛇人出 AP。但还是有点小高，这个团必须有人开，一定得晕住，可以秒的。先退一下，他们没血了，这样。差点伤害。直接把他全赶跑了，可以拆这个，再拆一个，快快快快，接我，我这杀子就上头了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出来了，
瞎子出肉吧，他这把走输出没用，他这种输出瞎子除非能 无限滚雪球，不然节奏一断了就没用，何况他劣势了。我想去拉轮，别打，这瞎子出输出已经没用了，他秒不了人了已经，他现在就是打法偏团队一点还比较好赢，当你劣势的时候你不管什么英雄出肉都好赢，知道吧，特别是你有个队友比较 C 的时候，这种劣势英雄起不来的时候啊，因为这瞎子这英雄本来打团打后期就作用不大，他就是这种比较极端一点的。那倒还可以，别上来了，可以啊，好走位，三龙了，这把拖一下没事。哎，一我完了，这波一我反而我被搞到了，我回家来个法穿鞋，我在想要中药还是女药，算了，其实可以来个女药，但是我们这边感觉又有点缺伤害，我不能补防装，这样补防装的话待会伤害不够就赢不了了，因为对面的话只有这个女坦，只有人对我们有威胁，他开我才能杀我，不然的话我是死不了的，保持在安全线外就可以了。我想打个法穿棒，钱差一点点，要那赢了感觉要加赛，不加赛也能进嘛，加赛只是看谁第一而已吧。先拿水龙魂，先拿水龙魂，再把我龙控得很好，全控住了。刚才不闪就死了，这波只是开团留人的，我这个 E 闪怎么有人发问号呢，这女坦 E 都 E 过来了，你这不闪现女坦 E 过来接个 QR， 这不直接被秒了，我说了这个只是为了拿来留人的，知道吧，你看我 R 过去他们是不是不走了，他们刚才准备反打想杀我的，看一眼伤害啊，下一把下一把，大家没点关注记得可以点一下啊，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，左右左提交啊。